我们来看一下，昨天晚上的23:30呢，罗织了一个梦。天上那个云呐、翻滚的，像云呐，像个马一样的，看到我自己骑在马上面，骑在马上面，哎呀，人家那个以前人家说的快马加鞭，快马加鞭呢，认为马很快，哎，我现在就感觉这个马太慢了啊，恨不得早点，把事情了结了啊，早点把那猴子一搬，一搬了以后，才能进入下步啊，进入下步，一搬了才能进行下，进入下步。下部的人人平等了啊，很多都是耽误自己的事，因为每阎王天呢，很多人呢忍受着痛苦，忍受着痛苦啊，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那个政府啊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啊，是在压榨人民的啊，欺压人民的，所以，迫切希望早日进入下部，人人平等，能进入下部啊，是讲这个啊，讲这个啊，讲这个，希望，颐和早点完成，颐和早点完成，今天是，6月24号啊，6月24号，争取在近期内能完成，好的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